咁所以喺家族度呢樣嘢更加明顯嘅，就係如果有家人，譬如啊，佢係被逼出家，嗱，我哋見過一啲例子。發生咩事呢？就是佢個後代啲婚姻全部都好差，係嗰個家族啊。咁呢個例子我唔開名，一個男仔嚟嘅，佢咧明明就係咧，佢 check 愛情頻率，你調整愛情頻率，發覺愛情嗰個 blockage 個阻塞好高分。睇明明靚靚仔仔高高大大，又風趣幽默，又交友廣闊，點會冇咧？咁樣唔 make sense 喎。跟住 check 出嚟咧。佢嗰個阻塞，我唔記得95定幾多，好一百分係滿分啊，好高。跟住咧，我哋試下調啦，調極咧都調低咗，可能20度嘅，即係都係高嘅。OK， 後來咧就連結高我啦，就問高我點解？佢高我就話佢係有一個女性嘅祖先，我唔記得咗係姑媽定咩，唔係好有印象，係被逼出家嘅 ，against her own will， 佢唔想嘅。OK， 被逼出家。跟住佢就话唔怪得知，佢话佢爹哋嗰边所有嘅女性唔系嫁唔出结唔到婚啦，真系就系、是、离婚，冇一个嘅婚姻系美满嘅。跟住佢仲话唔知佢表姐定堂姐，总之嗰边嗰啲人都系个情况好差。咁你谂下，如果你唔系有呢一个嘅 open mindedness 去听、去睇、去知咧？你的婚姻呢一世就可能就系咁样样，就明唔明啊？受影响玩 Q 完噶啦。但系因为佢肯听，佢肯睇，佢自己有一个好奇心，佢想知道。咁讲到咁远，兜翻转头就系、是、以前我唔明嗰啲，哇，点解只船都仲系海中心，你已经冲埋去？你见到佢哋唔系赶住翻工嘅，即系唔系啲西装友啊或者乜嘢，系一扎即系我哋叫做相对可能系基层啲嘅香港人啦。拖住啲车啦，其实佢可能系翻屋企嘅啫。OK， 你觉得佢唔系即系因为要赶翻工或者乜嘢，但系佢特别咁样样，就是、因为嗰种世代嘅创伤啊，嗰种恐惧啊，唔输得啊，因为乜嘢都要同人竞争啊。点解我提到我妈咧？就系、是、我妈对于动物，佢都觉得系即系人都搞唔掂，点解要养动物？有得食都人食先啦，点解要俾动物？但系其实。今时今日我哋有得食有得嘅，啲嘢食到食唔晒嘅 ，OK？ 养几只毛毛或者一两只毛毛啦，佢哋系唔会食穷你嘅。但系咧呢一种嘅恐惧，同埋佢视动物为竞争对手，为同佢争夺资源嘅对象，呢样嘢，你估个印记喺边啊？包括头先讲嘅祖先印记，其实就喺我哋嘅底轮嗰度。底轮是负责零啊，零岁至到六岁，即七岁之前，由你受孕嗰一刻开始。你以为是受孕嗰一刻开始计，其实不是，因为点解咧？咩叫零啫？零咪即包括你未进入而家呢个身体之前咯，即系你之前咁多生世咯。OK， 亦都包括你祖先嗰个记忆个残留，都是在你的底轮里面。而咧。我成日讲某个邻近地区就底轮大国，点解呢？因为里面啲人系充满恐惧嘅，抢盐啊，抢板蓝根啊，抢醋啊，抢菜啊，抢米啊，乜嘢都抢嘅，乜嘢都争嘅，排队要争。OK， 呢个出晒名佢哋唔排队噶，大家都知噶啦。OK， 乜嘢都争，点解会咁样？你去到北欧国家唔系咁，西欧国家唔系咁，日本唔系咁，点解咧？创伤。北欧、西欧有没有战乱过？有，但是他们的战乱之后，他们做了很多东西，将里面那种创伤清理干净，明白吗？ OK？ 但是如果没有面对过，没有清理过呢？